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宗教活动的消息。为期九天八夜，大家妈祖召见活动，十五号透早来到彰化市天后宫，往年拢爱行上一点钟的路程。今年因为今日增加召见，变加真有地势。不过嘛，因为行程延误四点钟，乱叫短短主驾四分钟就开停。大家妈回銮拄着家里，热情的信众和妈祖神灵规个搭伫咧。妈祖銮轿比原本预定的时间慢了三点外钟，伫半暝十二点外到彰化市阴乐街天后宫。来妈祖大轿咧参拜，拜托了边边啊，了边边啊，拜托一下。妈祖銮轿伫天后宫驻驾无到五分钟的时间，镇南宫董事长严清标、馆长王惠美等人马上扛起銮轿起驾赶路。彰化警方为了摆脱大甲杯格斗赛臭名，当兵部署将近2000名警力维持秩序，和妈祖銮轿顺利和平离开天后宫。放在那个街屋当中，一路都护送马祖，让这个路程走得比较顺。马祖真好赞，各站的拢通通都来，才够路量的啊！你当遐路人多，还佫佫或者路细条吼，太小微小块，啊，拢会造成个不愉快，安尼唔好啦。马祖銮轿伫天后宫起驾回銮，过程和平顺利。镇南宫董事长严清标也率领辛苦的工作人员，去逐个回銮一定会食的店家享用烤肉美食。有不少乡亲揢着帽仔排队，和严清标签名翕相，人气超旺。多彰化新闻叶宏武彰化采访报道。